挺默契，挺默契的，真的，很默契。你觉得哪一个好看？哪一身都好看，你真的、哦，嗯，帅，你也是，嗯。很喜欢 Mark 长发姐，我希望可以，他有机会生活中也可以看得到。那等给我个几年的时间，把头发留一下。对对对。嗯，今天穿的新年款，我个人觉得还很喜庆，然后很喜欢，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实用。然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需要一些红色和粉色的东西来点缀它。没错，我每次过年都很担心我今年该穿什么红色的，因为我都没有，但今年就得到了这么多的这么棒的衣服，还有可爱的狗狗，我就觉得嗯，可以过一个，对，我今年过年不会对我妈骂。穿红色，穿红色，耶、yeah. ！跟着杨幂穿，跟着杨幂穿，什么杨幂村？跟着杨幂村，跟着杨幂村就对了。嗯。